印度尼西亚被称为千岛之国，众多岛屿被大海阻隔，地域的分散使得印尼的巴厘岛也有着千姿百态的特色。巴迪是印度尼西亚民族的象征与符号，许多人认为巴迪源于印度或斯里兰卡，但更多印尼人相信巴迪只属于印度尼西亚。印度尼西亚政府将每周五定为巴迪日，这一天中政府公务人员和大公司员工都要穿着巴迪上班。在传统工艺中，一块两米长的巴迪布料按照世代流传的手艺需要几周才能完成。万隆的巴迪设计师正在尝试将现代设计图案与传统的巴迪相融，巴迪艺术正在从传统的服饰延伸到手包、首饰、高跟鞋等领域，更受当今年轻人的喜爱，让传统与潮流之间瞬间转变。